第一名就是我们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放电，我是王子一凡，我是蒜妹弟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年行大运。那这次过年呢，有十天的假期哦，大家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？像是我是宅在家怕的类型。所以我要对自己安排一些娱乐活动来度我这十天的假期。那我跟你说，你很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介绍给大家过年有什么好玩的玩具，适合合家欢乐的。那我们这次总共有十个玩具进入我们的过年 hit 的排行榜。哎，这不就是我们宅在家派的救星吗？没错。我们来看看哪些玩具好了。好。来啊！哇哦！哇哦！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我们过年 hit 的排行榜榜单。那只要上榜的，都已经是很适合过年大家一起玩的。对，那我们先小试身手，公布我们的第十名。好的，好的。第十名就是我们的角落小伙伴骰子随身游戏组。哎，很厉害的感觉哦。对，好，拿玩具给大家看一下。看，就是这个超级可爱的。那简单介绍一下。那它总共有两种玩法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用拼图拼的。那它有两面这样子，一面呢就是可以测我们两个今天的契合度、占卜这样子。那另外一面呢，就是有点像蛇棋的玩法，它叫做角落让人安心游戏。那另外里面呢，当然会附一个骰子，然后还有我们很可爱的两只角落小伙伴的公仔哦。哎，这个游戏也太贴心了吧，还附赠这个随身包，让你可以带出门。这上面都是角落小伙伴的，超级可爱，可爱了，超级可爱的。哎，那都这样子了，我们要不要来测一下我们的契合度是到底是多少？看你们到底有没有默契啊？看我们到底是不合还是合？对，就看今天，只限于今天。对对，仅限于今天。之后不算，之后不算。不要走心，毕竟晚上还要回家睡觉。当石头布，布哦，布布布。度是多少呢？噔噔噔噔噔噔，三。来，要两次，好，两次，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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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。哦哦，哎，你是不是有超爱我？我不爱你。我先拒绝。我不爱你。对。五哎。一二三四。五。我有吗？一。我白羽。二。哦。八十，我们今天是八十，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不要太满，不要太满。但是200就有点饿，对，200不行。但其实我觉得他算是就是蛮有良心，他就甩两次，你不管两种饿死。对，我有10%出现啊，那太难过，太可怜了。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就接着介绍我们剩下的9个玩具吧。没错。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我们第9名。哦，第九名，我觉得就是过年就很适合玩扑克牌这种卡牌类的。跟你讲，耶，是我们的老朋友危机一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先撤掉。好，先撤掉。这次为什么他第九名？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次来的新造型不得了。噔，就是我们这个马里奥造型跟虎战优的造型啊。哇，这两个也太可爱了吧！是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它这次马里奥很特别，是什么？它的这个桶，这个下面是水管造型的，还原了马里奥最经典的样子。而且这两个除了很可爱之外，听说这次马里奥的危机版还有不同的玩法哦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玩具博士阿路来帮我们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玩具博士阿路。这次的马里奥危机版非常特别哦。它除了是刺激的桌游以外呢，每一个键后面还有我们的金币样式的图案，分别印有1到4枚不同的样式哦。那游玩的方式呢，是小朋友依序插入我们的桶内，那看谁可以先让我们的马里奥弹跳出来，最后再累积我们的金币数目，最高金币数目的人获胜哦。那在这次非常特别的地方是，只要购买我们任何一个危机发系列的商品，就送你这个特别的黄金汤匙哦。那它的玩法非常的简单，小朋友只要可以接住我们弹跳出来的公仔呢，就可以获得胜利。那来看一下我们的 VC 啊，看谁可以一发入魂吧。嘿，好，四颗。
我们就是看谁分数高，对，就赢了。对，一次就结束吗？对啊。我八分，我八枚，我就觉得不妙。Yes， 剪刀石头布。没有哎、欸。好，看两分的，擦完脸。啊！来到我们的第八名，第八名也是我们频道的老朋友，是谁？就是我们的激动瓶盖人哦，真的是老朋友了。第八名就是我们的瓶盖人 DX 战斗组啦、第八名哦，就是这一盒，这一盒那里面呢会附两个瓶盖人，嗯，对，那一个是可乐丸 DX， 一个是动能水龙 DX， 老朋友，那它是异色版的，所以你看那蓝色的不是动能水龙 哦，是互调的，对，互相对调的颜色这样子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一盒里面厉害是什么？它里面有篮筐哦，然后还有目标物十个，所以呢是很适合过年的时候揪亲朋好友，老店留酒老卡一起来玩 PK 游戏。对，没错，一个人也可以玩。对对对对，也可以，很适合，很适合。那我们这个详细的玩法，我们就要请阿鲁来帮我们解说啦。瓶盖人 DS 战斗组适合一到两人游玩，里面有八种玩法，像是投篮游戏，还有我们射击目标物、击倒保龄球，小朋友也可以发挥创意，开发新的游玩方式哦。让我们一起瓶盖预备，瓶盖战斗 ，Go！小熊饼干平衡游戏的那一个，对对对，差不多的，只是你知道最大的差别差在什么？它多了这一颗球球，跟两个没有，是这样放在这上面的，然后对，就会这样，就会这样子掉下来，没错没错，就感觉好刺激的感觉，而且它这个、人偶都做得很精致，所以喜欢马里奥的人一定会很爱这个游戏。没错，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玩了吧？对对，那我们就请我们的阿鲁来告诉大家吧。这个马里奥惊险塔呢，适合二到三人游玩。那它一共有三种玩法，里面的话附有积分卡和骰子。那小朋友第一种玩法呢，就是依序把人物给放上去，谁先弄倒球掉下来的话，谁就算输了。那输的话可以得到一张负十的卡片，那他的上一家可以得到加十的卡片。那第二种玩法呢，就是小朋友可以骰骰子，那依指定的颜色呢，就去放到我们这个不同颜色的平台上面。好，蓝色的话，知道蓝色就是放到我们的蓝色台子上面。那第三种玩法呢，就是我们最刺激的旋转大挑战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平衡高手吧。哦哦。
他这样就会掉下去。你呀、啊，你就会。是什么呢？现在小朋友超爱的，是超爱的，难道是布利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布利游戏组，荣我们第六名。布利来拿给大家看，总共有两个。这个呢是我们的布利五合一游戏卡牌组合，那这个是我们的布利的冰果游戏，非常适合我们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玩。没错，过年就是要玩卡牌游戏，超适合亲子一起玩，尤其就是布利的，超可爱。对，那这要怎么玩呢？我们就请阿路来解说吧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冰果游戏的基本玩法，那我们就来介绍五合一的游戏组。那五合一游戏组里面呢，抽鬼牌以及记忆配对的游戏游玩方式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布利的战斗吧。它其实就像是比大小，数字大的获胜。气质和饼干呢，就像是心脏病的玩法。当我们翻开我们自己最上方的卡牌时，如果和气牌区中间气牌区的卡牌数字相同时，就要大声喊出气质和饼干，好，就可以收集到所有人的卡牌，直到其中一位玩家呢可以收集到所有人的卡牌，就是最后的胜利者。还有更多的玩法等到大家来发掘哦，那就一起来气质和饼干吧。新的迷你派立得，它搭上现在什么最流行的怀旧风格的相片效果，然后还有什么十种透明卡的框框，对，可以让你任意搭配、任意挑选。嗯，也太赞了吧！是不是，不管大人还是小，一定都会爱上。而且你看这个外形，好可爱哦！而且你知道我发现它什么吗？它出门携带超方便哦！你看，我可以把它变不见，帅哇！变到我的口袋，完全就不见了。真的还有容量哎！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它有什么专属角色挂绳，可以让你怎样不会轻易脱落。而且现在怎么样？过年时间快到了，很适合让我们的小朋友学习拍照哦，超级完美的，完美。而且这台功能超齐全，不仅可以拍照，还可以录影，或者是你看这个超大荧幕可以看的，我自己都好想要有一台。大家怎么拥有它呢？要怎么拥有它？告诉大家要怎么拥有这台透明卡的 mini 拍立得呢？只要在我们全台 7-Eleven 的 iPhone 预购就可以买到咯，或者是更详细的资讯可以上我们康文国际官网查看哦。进入我们的前五名了，你猜会有什么玩具？我猜应该是 PK 类，或是那种比较大型的玩具。蛮准的哦，蛮准的，对，就是，第五名就是我们的宝可梦抓抓机啊！拿出来看一看，对，来给你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大很大？多大？吓死你的程度！哇！而且又是宝可梦的，超吸引人的，超级吸引人。我小时候一直很想要一台抓抓机，然后在我家里，我就可以自己这样随时无刻这样子抓一抓。真的，我小时候也很羡慕别人都有一台这个，我妈都不买给我，搞什么？妈妈不买给，不买。妈妈都说浪费钱。对，每次都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抓抓机到底需要什么小技巧。对，我们阿路来讲解吧。那我们宝可梦抓抓机呢，其实有两种玩法。第一种玩法呢是不需要投钱就可以直接游玩，那第二种的话是可以投入我们的模拟钱币，那小朋友可以放入我们收集的宝可梦公仔或者是一些糖果饼干哦，那让我们一起 Pokemon Go。第四名就
唱得很好，唱得很好。那这一盒里面是很大盒，里面有一个战斗盘、两个发射机，还有我们两个空陀螺，分别是我们身为贝利亚和锁链的三头犬。哎、欸，里面内容超级无敌丰富的，超级丰富。过年就是要什么 PK 起来？没错，战斗起来，战斗起来，战斗精神拿出来。嗯，那这个呢，战斗的规则我们就请阿武来帮我们讲解吧。那战斗陀螺呢，主要是两人对战，只要在战斗过程中呢，只要将对手爆裂胜利，就可以得到两分；起飞胜利的话，也可以拿到两分；那旋转胜利的话，可以拿到一分；那如果说是平手的话呢，就是不计分。小朋友只要可以先拿到三分的人呢，就获胜哦。那让我们一起来 ，3, 2, 1，Go shoot！三名里面啊，有两个都是益智类的游戏，那第三名是其中一个。我知道，第三名就是我们的益智滚珠运动挑战赛。没错，拿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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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益智滚珠运动挑战赛，它长得很像弹珠台哦，它长得很像，但是里面有很多关卡需要你去过关，动一些头脑跟动动手这样。那我们就请阿路来告诉我们有什么机关吧。这个益智滚珠运动挑战赛上面有七个按钮，需要互相搭配巧妙运用，才能一路过关斩将。小朋友熟练之后呢，还可以搭配上方的计时器来增加它的挑战难度。让我们一起来动动手，动动脑吧。开始。首先要选择游戏的难易度，配合游戏的背景音乐，当开始响起时就开始进行比赛。那我们是利用爪子去抓取游戏池内的糖果，放到推币盘上，推进自己的区域就算得分咯。另外我们的白熊呢，还有一个隐藏机关，当球形配件呢落入我们的机关洞口，就可以触发我们的白熊将托盘下降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超级大奖咯。当音乐结束时，看谁获得最多的糖果，谁就是最大的胜利者哦！十八栋，
加汤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！哎呀！一二三四，我四个，我四个，五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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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究竟是我们哪一个玩具可以有这个殊荣，登上我们的第一名宝座呢？第一名就是我们的。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厉害的！而且这个怎么样？我们昨天有先试玩看看，嗯，超级好玩，玩的呢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，大家都说我们好吵，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。那我们就快点，阿路，你快点帮我们介绍到底要怎么玩吧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恭喜我们第一名是马里奥竞速赛车豪华组，真的是实至名归。好，那里面的话呢，会有附四台车子，分别是轻量级、中量级跟重量级。那小朋友在游玩的时候呢，可以选择我们喜欢的车子进行两人 PK。那操作的方式呢，小朋友可以就是按我们的按钮，让我们的车子前进，先跑五圈的人呢，就可以获胜喽。那让我们一起 race start 吧。这些玩具呢，都可以到我们 Funbox 门市跟官网购买哦。没错，我们过年就是要玩起来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有抽奖活动。没错，大放送。我们这次要抽出十位，直接大放送。那留什么言呢？留什么言呢？就留你想对我们说什么吉祥话，还有你最喜欢我们今天 Hito 排行榜的哪一个玩具，在我们 YouTube 里面下面留言，就有机会抽中我们今天开箱的玩具哦。嗯、那一样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们脸书、IG。我们下次见 ，See you next time。